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永安。然后呢，非常感谢我的学长还有我的同学都有来看。对，然后我是今天下午的时候，李永安跟我说他要来表演，我说很棒啊，因为我之前也有来表演过一次。结果他跟我说，这边的就是今天报名的人没有很多。我想说，没有很多的话，那我就来看看好了，因为那我也来谈看好了。就我一来发现观众那么多，我现在非常紧张。对，好 ，OK。那因为我蛮临时的，所以就是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歌词唱错啊，大家就反正开心就好嘛，大家就先原谅我这样子。好。我今天要唱的第一首歌是王若琳的，就是 Joanna Wong 她的。The best mistake I ever made。对，但是他的歌词我不是很熟，对，大家多见谅。那这首歌他就在讲说，歌词的大意就是在讲说一个女生，然后她很喜欢一个男的，然后她就进去他的房间，然后就开始幻想说会成功还是失败，成功的话会怎么样，那失败的话会怎么样？对，那然后结论就是，假如说失败的话，他也不会在意，因为你是我的人生中最棒的错误。对，好，那我现在开始吧。歌词有错，再来就是有点太短，我把第二段主歌